平房，当当里的啷当当，哭泣的孩子会泪。真的，小花呀，你们三个都以前认识的？对，我们也是小花粤语培训班嘛。那个羊毛衫啊，什么连线裤啊，全穿在里面。要我现在还冷死都不穿了，是吧？但那时候不懂，全穿在里面，所以就像个球一样。我必有妻死有成求你好妹妹，千万要再找我才有心欺负你。我与自己是大家好，欢迎收看林嘉明的粤语点节目，我是彼得。我最喜欢的粤剧票友评选活动呢已经落下了帷幕，在其中呢产生了十强，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十强中的其中的两位，以及呢两位美女嘉宾。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位小董，来打完招呼。大家好，我是董迪峰，我唱的是尹泰。欢迎你。第二位呢，这个名字这个姓也是特别啊，叫小夹，来谈招呼。大家好，我叫夹春迪，我主攻吕泰。好，那么首先呢欢迎这两位选手，坐在我边上的这两位美女呢大家非常的熟悉的这位呢是尹泰小生王青。来，大家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又能够来到名家名段。谢谢我们的王青啊。这位看了非常的漂亮，来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陈慧迪。你看我今天陈慧迪穿的也是不一般的，完全像个芭比娃娃，是不是到玩具店上面买的这套衣服呢？啊，谢谢啊，真的很漂亮吗？真的很漂亮啊。非常欢迎我们这两位美女的来宾啊，同时呢这两位青年应该心情十分的高兴。哎，前段时间那个我最喜欢的粤剧名票评选活动，我相信大家两位都知道吧？啊，知道知道。应该说是非常的火热了啊。对对对对。你们两位通过这个比赛得到了这个十强啊，我们先谈谈小董啊。小董，我想问一下，我知道你是公演派，那这次比赛你分别唱了哪些剧目呢？这次决赛的曲目唱了两个，一个是洞房，还有一个就是何文秀的算命。那这两段发挥的比较好的是哪一段？何文秀的发挥的好一点。真的吗？你真的敢在这里说发挥的很好吗？发挥的不好，我就说可真会转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王青也是尹派的传人啊，今天这个王老师在这里啊，我们要来点评一下关于这个小董的这个唱腔的问题，同时呢也是提高自己演唱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给我们来唱几句好不好？那我就唱几句何文秀算命后半段吧，是清版的那个唱腔。好，来掌声欢迎。三岁去莫想没忘，当当里的啷当当，自见一见小草王，小小曾得早当把泼墨交一分两帮，三次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做让房。就这样吧。好像我听到最后一句好像对不对？对的。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打分你会给他打几分？我想95吧。那五分不打，其中这五分是不好在哪里呢？我觉得他就是，其实他这个清版是挺难唱的，但他音还是挺准的嘛。但是他咬字有几个字没有咬好。对，我比赛的时候也是，评委说到我咬字有点问题。对对。所以说看到自己的缺点要再接再厉了。对对对。那么这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夹，哎，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特别啊，这个姓啊，小夹。小夹以前喜欢粤剧吗？喜欢的。从小好像你，我知道你从小是。对对对，我是五岁的时候，我妈妈阿姨带我到那个剧院里面去看戏，然后就被他们身上的衣服还有头上那种叮叮当当的东西所吸引住。
做了。你是当时喜欢上好看的衣服？嗯，对对对。然后就是去参加了那个小花越剧培训班。哦，当时我叫小花很小。我们一起的同学。对对对，我们很小就认识了。真的？小花，你们三个都以前认识的？对，我们也是小花业余培训班嘛。哦，那当时小霞在当时这个班里表现的怎么样？很好，她唱女派唱的特别好。我记得我跟她搭过那个打金枝。哦，你也是。我进去的时候我是初级班，他们俩是高级班。这时候还叫姐姐了吧？对对对，应该是。我是演郭二嘛，她是演金枝嘛。那小霞当时和王青和那个陈慧迪应该认识，知道他们平时这个学习认真不认真？很认真。那么认真吗？比我认真。没有没有，他也很认真。那小霞这次比赛唱的是什么呢？嗯，这次比赛唱的是那个《画中君子见凤鸣》。好，我们可以来几句好不好？好，掌声。那我也唱后面的清版吧。哟，怎么都喜欢挑战高难度啊？你知道吗？好的，这两位美女点评一下你的师姐啊，或者师妹。苦情的。你的发音是从鼻子里出来的还是从嘴巴里出来的？一起出来。他们一起出来的，这绝对是高音喇叭哈。这个音响非常的好，开玩笑。那点评一下。其实不敢点评，都是同学以前。对对对对对，都是同学嘛。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唱得非常好。对，他从小就唱得好。唱得很好，真的。那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小霞，你要以公正公开的原则来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两位以前学习的时候谁比较喜欢偷懒？谁啊？哎，陈慧迪。我知道，陈慧迪。刚才呢，我们的小霞说呢，在小花班当中呢，他们三位呢最喜欢偷懒的就是陈慧迪了。到底陈慧迪是怎么偷懒的？我们先点一段名段，后面再慢慢说。来，小霞给你一个机会，点个什么？那我就点那个以前小花班同学的那个戏，就是陈慧迪和王青的那个《山河恋》送信。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Come on.
才我们看到了陈慧婷和王婷搭档的宋庆啊，的确呢，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才能达到现在这种艺术水平。但是呢，在以前呢，在小花班当中，那时候还小嘛，很多小孩子不懂，喜欢偷懒。刚刚小霞也说了，最会偷懒的就是陈慧婷。我看她这张脸哦，在小的时候肯定古灵精怪的，就是长得不老实的脸。对呀、啊，经常其实你没偷懒，老师还以为你偷懒、哦。对对对对对。到当时是不是真的偷懒？真的偷懒。那王琦来说，继续说下来。偷懒啥？其实偷懒呢、啊，这个定义很难说的。其实还好。为什么说他最偷懒呢？就是因为跟我们两个相比，他最偷懒。当时你们俩是不是抬高自己了、啊？现在陈慧迪挺用功了吧？用功用功，特别是他那个西厢记的时候，我亲眼所见、真的是很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希望我们的陈慧婷呢再继续的用功下去，好不好？我们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啊。我知道其实王青和我们小花班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演出的机会，对对对，很多。而且当时三个人当中谁演出机会是最多的？应该是我比较多一点吧、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一点。哦，这是大的原因吗？也那也不是，那基础嘛也比他们三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们比我们进来的晚。对的对的，我要声明我是最晚进来的哦。对啊，难怪他会偷懒的。我进来比较早，那么学习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一点，那所以演出的机会也比较多一点。哎，在你印象当中，王青演的小时候演的最好的一部戏什么戏？最早之前他演过一个疯人院之恋、之后后来又演过那个蝴蝶的传说。哎，真的，那你给你个机会来点一段我们王青小时候的一个名段好不好？好，那我就点一段王青姐姐演的蝴蝶的传说，她在里面演迎新，她疑是迎民扫地。那一起看一下，让王青疑是迎民扫地的这个迎新一起看一下。这位神兄，莫非一日去行人读书的真是谢神兄清心脱俗冒修理美玉之间偷灵气，今夜神兄举止十分多有礼，问问二娘诉卷情，请问神兄真姓大名夫居何处？小弟姓赵名应的，常与作家帐甚至哦，管问神兄会计两三辈啊、两三辈，你们从作家帐来的？到哪里去啊？为什么不讲话？你是哑巴还是聋子？你来哑巴你你是死去你们到哪里去啊？我在想过我是去满松书院读书的，真巧我的小鸡也是去满松书院读书的啊。小鸡小鸡小姐又不能同来读书，你有替他责任？就是嘛。怎么林妹也想同来读书？唉，真是一言难尽，我家九妹呀。
醉笑梦如你啊，为什么初见面这么想你本是风雨定远近闻名，我们再去逛逛。好，你进。风雨同舟，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接进来，从此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啊，既是旅途之你，一切从轻。好。哎，沈兄，我们何不一天当中，在五里崖前一杯？请。两人兄长我一岁，请在小弟一拜；与兄师长一岁，请随我一拜。哎，我们也来同杯吧。哎，天色不早，令我逛路吧。啊哈，两兄，请，请。刚才呢，欣赏到的是《蝴蝶的传说》当中让王琦一世与你扫地的那个迎新啊，还在当时的这个场景好吗？不是，其实小时候真不懂，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我进戏校嘛，三个月，从那个86斤长到100斤。哦，你现在几斤啊？我现在90斤。哎呦，还现在比以前胖。就说14斤肉啊，堆在人的身上，你要说多夸张啊！然后那又不懂，就是拍电视要瘦，然后要冬天冷啊。然后把那个羊毛衫啊，什么绒线裤啊，全穿在里面。要我现在，他冷死都不穿那种，是吧？但那时候不懂，全穿在里面。
所以就像个球一样。看了这王心的明星呢，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身体非常强壮的这个艺术形象啊，也希望王心呢在以后的道路上能塑造不同的角色啊，这个体壮的也要塑造出来。好，刚才不说了那么多，我们这个言归正传，还是要说说那我们这次名票的评选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比赛当中我们有几个环节。比赛当中有三个环节吧，第一个环节是才唱环节，第二个环节是唱青版，第三个是才艺展示。当时你的才艺展示是唱了一首歌。什么歌？是唱了一首流行歌曲《心有独钟》。好的，那么下去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现场版的《心有独钟》。我那边一唱歌以后，下面人都叫我跑调王子。好，不为难你了，不为难你了。小霞当时唱的表现，当时我唱的是英文歌《The Color of the Night》。来，唱几句，唱的，掌声欢迎。You and I, moving in the dark, bodies close, the souls apart, shining the smile, secret unrevealed, and need to know the way you feel.你们有没有发现小霞是个两面性哦？唱女派的时候非常的嗲，现在唱英文歌有点像玛利亚·凯瑞非常具有野性的感觉。那当然，我作为一个好朋友来评点一下。那她其实我觉得她真的是具备了一个演员的一个条件，真的，我觉得她真的是无论在表演上啊，她唱，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她肯定是要多方面的。你看他感觉多好，千里之的感觉，对，感觉多好啊，他。我在这里想问一下，这次比赛当中你们两位，肯定是应该说是比较的坎坷的，因为人气王好打下去又抬上来了。我们先想采访一下小董，那待定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呢？待定了，我觉得。我其实我这次心态放的挺好的，不管是晋级或者是把我淘汰掉，我就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嘛，在舞台经验上面肯定是不如其他的选手。那这次比赛之前想要达到的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我觉得之前我觉得能够进复赛差不多了，没想到拿到了十强之一。对。哎呀，我们的这个小董运气真的太好了，不过也是靠实力啊。小霞呢？其实我觉得能够进决赛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当初参加比赛的听说也蛮多人的。那能参加决赛和大家一起那个竞技学习，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个机会了。那在待定的时候是不是跟小董一样心态也是放得很平？对，你看我的样子嘛就知道了，心宽体胖。小董在这里想问一下，那么今天呢很高兴能见到我们的影派的王青啊，这位你认识吗？这位认识。陈慧迪，给你介绍一下，你第一次见到陈慧迪是怎么样的感觉呢？蛮漂亮。以前有没有看过她的戏呢？看过她的戏。比如呢？吕布与貂蝉。你当时亲身去看过，你觉得这个新人的新秀她最让你吸引的一点是什么？扮相很漂亮，也唱得很好。他总是总结性的这个话题啊，明白他的道理。好，那今天给你一个机会来点一段我们陈慧迪的戏，好不好？那就点《吕布与貂蝉》里边的小燕吧。好，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王者这听说闻，竟是温厚色雷，亡命寂静，故算是英勇无比呀、貂蝉有缘得见当世英豪，实是三生有意。夸奖了！哎呀，不用，老夫刚刚想起，少问万语，要死这。计算大神朝王有旨，小姐暂且到台，明日再来。慢来，那与不欢三里逃离。哎呀，新娘小女谁次背叛温儿，饮酒是何啊？两小姐才此事啊！哎呀，好啊！这是不得吧？我与你乃是通家之好，有什么使不得的？
妹我问问为母区区秀来啊弟弟弟啊他人你要快去快回呀自投了啊小姐，请坐。问候，请坐。坐。
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陈慧迪的《吕布与貂蝉》了，这是你第一部参加比赛的一个作品吧？嗯，对的。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紧张吗？还好，因为我就是这个参赛的剧目，我是等于是陪衬的，其实不是我主演，我是配演。我主演的戏在前一天已经抵完了，所以心态放得特别平。你之前主演的什么戏？我自己比赛是思琪。哦，思琪，哦，我一看我这个戏。哎，对对对，就是没有像自己比赛特别紧张，那个就是放松，其实演的极好。他们就是当时很多老师看了以后都觉得是。貂蝉比思琪更加好一点。我很想问一下，你第一次登台感觉紧张吗？不紧张。都不紧张。对，那时候不大懂。不大懂哈、嗯。那我想问你们两位，应该说小董登台应该说很紧张吧？嗯，比较紧张。倒不是为了比赛的名次，我就觉得最怕在上面出丑。后来真的出丑了吗？可能还好吧，还好，没看过。对，那小霞呢？嗯，不怕。因为有小花班的基础。因为以前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过，当下面的观众全部是蚂蚁，就看不到了，自己就敢自己唱就可以。那你刚才也说了，您非常喜欢这个原派，同时呢是非常喜欢方雅芬，对不对？对他是不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呢？对对对，我收集了很多他的音像资料，只要他出碟，我就买的那一种。那方雅芬应该非常感谢你，要默默的支持的。哎，那在这里给你个机会来点一段方雅芬的名段，好吗？好的，那我想点一段现在还没有上碟的那个他的最新的曲目《玉清嫂》。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茶你不知你一杯喝啊泪湿裤子一管心怎要你不变心刚才呢，我们小佳也说了是非常喜欢方雅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陈慧迪可是方雅芬的高徒哦。那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一下陈慧迪，好不好？那我想知道一下方雅芬私底下的一些，就是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而且他怎么样刻苦练习的？包括陈慧迪，你也可以把你刻苦学习、刻苦唱原派的这个经验来告诉我们戏迷和告诉主持人。我们也可以私底下刻苦的练习一下。我记得那个。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好像老师是生病，好像是鼻子什么要开刀什么的，肿得很厉害，对对对，里面都是脓，真的，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他自己是那个时候记得还要排祥林嫂什么的，然后我记得因为老师有时候一直会说啊你不用功啊什么什么的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就是在家里，因为他没办法嘛，因为鼻子，然后他就是在家里就是放那个碟，就是放袁老师的祥林嫂，就一直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的看研究那个人物。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老师他不光自己就是很努力的学习什么，而且还是对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因为我记得就是我排西厢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是正好遇上他鼻子也是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还是叫我到他家里面去，然后就是让我唱给他听，他自己发不出声音，然后他就是还是尽量的唱给我听，然后示范给我。哦，原来我们的这个范老师是非常喜欢这个下一代的，同时呢也非常喜欢陈慧迪的，也希望陈慧迪能把我们的这个原派艺术和范老师这个艺术呢能发扬光大，好不好？千万不要再偷懒了。应该说现在陈慧迪还挺用功吗？王心很用功，真的。我刚刚前面说的西厢记嘛，确实我感觉他非常用功。以前我也听说他怎么不用功啊，但是西厢记那段时间他要疯了一样，每天到那个团里面嘛，就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就这么练啊练啊，还要给我看你这个身段好不好啊，那个身段好不好，我说你真的你好烦啊，给我看的就是。哎，在这里我给陈慧迪一个机会，也可以表扬一下王青。王青在团里练功用功吗？不用功。比如说呢？其实不是，我想说一下，其实就是在院里面吧，就是给人家老师的感觉，我们上海同学永远没有外地同学用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家里面用功。因为就是比如说王青他家住在那个杨浦区，他过来的车钱老贵的，然后跑回去来回要十几块，你说他不可能天天十几块跑到这边来练功。他要练唱他可以家里把门关住练，我也是这样。很多外地同学是住在那个宿舍里面的，他们就是没有家，就是直接就跑到练功房5分钟在那边练。所以领导有时候像上班下班，哦这个孩子很用功，那我们一般都在家里，老师不可能到家里来查的，你说对吧？对，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就是上海同学嘛，就是一方面在家里比较用功的，然后就是不愿意有时候让别人看见你用功。为什么？就是可能是一种习惯，就我喜欢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没有人打扰我一个人练功，我不喜欢很多人挤在一起练功，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我越女真功的时候嘛，就是我就挑别人没有来练功的时候我去练功，比如说是一大早啊，或者说是很晚啊，怕别人，一方面是怕别人干扰，对，影响沉浸在这个感觉当中。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练那个回师八嘛，我是对一把扇子。对对对，别提那扇子啊，他都能这样。对对，就是一次十几遍这样练的话，确实不能有人打扰。你要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看来我想做一个成功的演员，还是要私底下去付出很多的心血的。那想问两位戏迷朋友，小董练功吗？练彩唱的时候练。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刻骨铭心的。复旦大学有地方给你练功吗？没有练功房。那怎么办？我跑到上海越剧院去练。
你认识谁啊？你们上海一圈怎么关了管了一点都不紧啊？随便有戏就到你们练功啊？对，我们练功房可以借。哦，可以借的啊。穿这个席子和这个靴子是吧？一开始是非常的不习惯，后来是怎么克服的？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多练吧，因为戏曲舞台上每个动作都像山水画一样的很美的，但并不是说你几天时间就能够就是说做得很到位，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的。那我这次参赛的我相对来说这个身段比较简单，身上动作比较少，那我想如果要做比较要演比较复杂的一些剧目的话，那肯定要练得多。欢迎来到名家名段为您点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是进入我最喜欢越剧名票这个十强的两位选手啊，一位是小董，一位是小佳。刚才呢，小董已经说了，说他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小佳呢？我其实发觉我好像以前还是在小花班的时候比较用功，这次比赛说实在没有用很大的功，用功在是吧？功底在，对对对，童子功啊，这个厉害。不是，这用功好，就是那个平时就是现在比较喜欢。注重唱这一方面，因为一方面那个这边也有阻碍物，以前腰可以弯过来的，现在也弯不过来。你知道吗？在这里我知道小佳一个秘密，小佳在家里从来不唱戏，但在一个地方他会唱。洗手间。你怎么知道啊？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会。真的。洗手间洗澡的时候，特别是拔掉胡衣服。我知道上台大家肯定很兴奋，有种人来疯的感觉，包括演员也是。像来，我们来谈谈就关于这个人来疯，王青人来疯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人来疯的？我一直以来就有人来疯。真的、啊？在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才五岁，就是那个时候去我妈单位啊什么，别人人越多，哎，你唱一个给我们听啊，我就会很起劲的在那边扭屁股啊唱啊，就这样子，没人了就没劲了，就不唱，就这样。那陈慧迪呢？我也是。也是跟王青一样的经历吗？还是怎么样？我跟他差不多，就是我妈说我人多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人家面前吆，小吆了，就是叫展现自己的风采啊，哎、对对对，说的好听点啊。做演员的一定要有这个人来疯。那小佳感觉上台的时候找到这种感觉了吗？我知道你肯定有，在小花班当中，因为毕竟在小花班当中也是个老演员了吧？那这次找到感觉吗？找到了，找到了，腰也弯过来。真的，那时候有做过身段吗？因为彩唱嘛，好啊，真的彩唱吗？然后接下来给我们的小佳一个机会来点一段名段，好吗？那正好今天原派、影派两位，我们这边也是影派，我喜欢原派，那我就点那个影原版赵芳版的《红楼梦》。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竟是我背地里偏要读他一个。上狂下有几寸谁赐但愿心怀梦雨不及
可要算公咋归了你？妹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最讨厌那些矿工们问饭吃的发过文章了。不是那些事，那意思什么是你？真是好文章，你要是困了，连饭也不想吃了你。好妹妹，今夜困我是不怕的。好的，我不要告诉人啊。来，你快。是相机。自古多人多病啊生，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啊。早让我爹在这寺子里让那女人把我疼去了。马上生你公子归陪着丫头，那一年帮金人家黄昏那红我也要告诉去，我要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哎，奶奶，你把事完成了。奶奶，把事完成了。拿来吧。妹妹，哎呀，妹妹，哎，妹妹，你把你身上的这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妈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你送我香袋，我把这个送给你。这是不仅王送进宫，是皇上赐下来的呢。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可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东西，我也不要这东西。哎，妹妹。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这个
我可不管呀。为什么？如果不是李冰草命丧阿嬷，为无尽数黑宝佑，长文人不肯是宝佑，我可不喜欢摔了刀子哟。这是你的命根子，算了，怎么也保你连个关紧的呀。你这是何苦呢？我这不顾是为了我的心，我也是为了我的心。啊，相依又相亲。道是情有良缘，我知你莫让山来门。好，本期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选手来跟大家说一句话好不好？首先是小董。我觉得每一次比赛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特别是能够和很多的朋友交流，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能够喜欢越剧。好，谢谢。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越剧艺术，然后喜欢影派，喜欢原派，支持我们的王青和陈慧迪。好了，本期节目呢马上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青年的朋友呢走进越剧的殿堂，来感受越剧独特的魅力。再见朋友们。